知名书法老师吴英斌以着府城四百为主题，特别策划一场书法的个展，目前当地平地市政中心一楼的大厅内展出。这回已经选39件不同字体的作品，要让大家看到汉字的水。写书法的人不是单从你的文字表现得漂亮而已，你要知道他的文字本来文字的演变，啊，不然现在很多人都会写这个错别文字，他不知道演变的过程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我的展览的用意也是说，请隆重我们的汉字的传承有没有，他的演变有没有，真正的演变会当展览给大家看有没有，了解我们汉字的美感，它的水是水在哪里这里。日前市府秘书处特别举行开幕茶会，坐在贵宾拢到场。吴英斌老师嘛亲身来介绍展览当中特别的作品。至于读作“饼”，问题大概唔知影讲至于“饼”的由来就是安怎？啊，至于字唔是至于字尔，它是伊一个，伊就将这陕西的一个儿歌有无吼？儿歌甲组合这个文字，所以这个字，老板问伊讲啊怎么读？用“饼”。摔面条、做面条的声音呢，所以陕西的面条叫饼饼面。像困难的难，它右边写个鸟，我们就弄一下追嘛哈。啊，一乍追就是鸟，鸟就是追。啊，所以伊就是同样都可以写。这我是剑跑郑板桥的字写来哈，整篇哈，这整篇教育的，所以我家下午下几临哦，下几临临摹，我就临摹这郑板桥。啊，这个算咱汉字吼，正白叫相当有名的，这个文字吼。秘书处表示，这回展览将会展到12月29日，欢迎市民朋友把握难得的机会到场欣赏。南天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。